好，豹247号演习今天在北部七个县市演练哦，包含像是宜兰啊，还有基隆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园市跟新竹县新竹市。那台北市管制人车，所以就从下午一点半到两点，公车转运站都是不发车的。市区里面行驶的计程车啊、公车跟国道客运都必须要配合避难。那在船舶跟国道车辆部分正常行驶，但是民众在骑 U bike 的时候，也要配合疏散管制避难。